一图看出陈其迈有多猛，韩国瑜遭酸，八万人哪里来？立法委今天开始辞掉立法委员。市长选战进入倒数阶段，而高雄市长之战更受全国瞩目。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在三日举办劳工之夜造势晚会，在中华五路梦时代台糖加油站旁空地举行。据传晚间七点开始，现场就涌入约两万名劳工支持者。同样，日前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也在凤山举办凤山之夜，那天同样支持者爆满，现场宣称有八万人，让不少人赞叹这回高雄绿地可能真的变蓝天。对此，脸书粉专只是赌蓝分享两场造势晚会的空拍面积图，先指出陈其迈的劳工之夜占地两万多平方公尺，估计有两万人出席，倒是韩国瑜的场地占地约一万多平方公尺，却高达八万多人出席，令人匪夷所思。还算韩国瑜说，看看八万人感动到哭是怎么回事啊，想当然也引发蓝绿支持者论战，有网友就呛24号就知道了，也有人反酸陈其迈有七八万人啊，爽了没？